成年后，我觉醒为魅魔，竹马和我签订主仆契，却从不肯喂我。我半夜爬上他的床，沈怀，我饿了。他把我推到墙上，声音满是戾气：“你就不能控制？别他妈跟动物似的。”他自己出去住，把我锁在了寝室里。可他不知道，当晚他那个性格恶劣的室友回来了。过来，我喂你。尊敬的王子公主，请三连。猫猫每天会持续更新更多好看的完结文，感谢支持。正文现在开始。的快要失去意识了，甚至连房门开锁的声音我都没有听到。我蜷在沈怀的床上，怀里抱着他的上衣，疯狂地嗅着味道。床帘被猛地拉开，我说：“沈怀，你在搞？”我往后退却两步，肩膀抵靠在墙边，警惕地看向那人。他是沈怀的室友，家里很有钱，脾气很不好。博彦也吓了一跳：“不是，妹妹，你谁呀？”他看我也不说话，又替我拉好床帘，声音也放低了：“真服了，把人带回寝室，沈怀。”他越走越远了，到处喊沈怀的名字。他以为沈怀还在寝室，其实沈怀早就走了。他把我一个人扔在了这里。博彦到处转了一圈，没找到人，倚靠在门边给沈怀打电话：“关机了。”他看向我的方向：“这什么情况？”我知道沈怀早就关机了，因为我打了好多电话，他一开始拒接，后来就关机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博彦无奈地回来了，他把手搭在床沿，轻敲了两下：“妹妹，商量一下，你能不能出去住？”我却闻到了食物的香气，这种香气我只在沈怀身上闻到过。放下手里的衣服，慢慢往床边挪动，透过床帘的缝隙，我看见博彦站在下面。按道理我是男的，该出去让给你住，但是我现在没钱。没钱，男女平等，我不想露宿街头。再说这里是我的寝室，都怪我爸把我赶出家门。博彦的手，手指修长，骨节分明。我慢慢张开了口。啊！博彦被我咬得尖叫出声：“对不起，我饿了。”我很尴尬。博彦捏着手腕，抬头看我，蹙了蹙眉：“啊，龟饿，不能咬我。”博彦不怎么住寝室，所以他什么零食都没有。他在沈怀的位置上翻出一桶方便面：“泡面吃吗？”我坐在凳子上，抬起头看他，摇了摇头：“我不吃这个。”宝燕靠在桌子边，折起双手看我，眼里没耐心了：“你不是快饿死了吗？”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：“吃那个没有用。”“不行，我已经饿得不行了。”“没有用，那你要吃什么？沈怀都给你买什么吃？石南花拌沙拉。”博彦沉默了一会儿：“油品。”他耸了耸肩，单手转着泡面从我身边经过：“你不吃，我吃。”我猛地站起来，双手按住他的肩膀，推得他一下子靠上柜子。博彦挑眉，语气错愕：“人长这么可爱，手劲这么大。”“不行，我要先吃。”我抬眸盯着他，咽了咽口水：“你要不让我亲一口？”“你在说什么？”他像是在怀疑自己的耳朵。我顾不上他的震惊，拽着他的衣领抬头吻了上去。刚接触到他的嘴唇，身上的感觉就好多了，果然是代餐。但紧接着我就被推开了：“你干什么呢？你不是沈怀的女朋友吗？”博彦一手搭在我肩上，一手用指腹去擦嘴唇。他越想越气，慢了半拍，迟疑地看我：“你是他女朋友吗？你不会是变态吧？穿个连帽卫衣溜进男生宿舍还强吻帅哥，我这辈子就毁在颜控了。”他动手扯下我的帽子，突然瞪大了眼睛：“你这是？”我慌忙放开了他，双手去挡头上的山羊角，脸色因为羞愤而涨得通红：“你发现了我的秘密，我要杀了你。”宝燕被我掐着脖子，面色逐渐泛红，声音被压得细碎，他极其艰难地说了三个字：“美羊羊。”我本来是个普通的女生，上学考试考大学，但过了十八岁生日，我觉醒成了一只魅魔。我姐特意从国外飞回来和我解释这是家族血脉，她还给我带了个金发碧眼小帅哥，说是给我带的成年礼物。当场我就崩溃了：“大学都考上了，人意都服完了，你才告诉我我不是人？”金发碧眼的小帅哥问我要不要亲嘴。啊！我哭得更大声了。那时候沈怀正好来找我，有一小哥哥在欺负我，他俩就打起来了。我和沈怀是青梅竹马，我从小没有父母，除了我姐姐就是沈怀和我玩。那个夏天的傍晚，我和沈怀并排坐着，我和他说出我的秘密，他握着冰袋敷脸，笑起来的时候疼得嘶了一声：“许之威，那你和我签契约吧。”手心里被塞进冰袋，沈怀搂过我的脖子，低头亲了过来：“我喜欢你好多好多年了。”我相信那时的沈怀真挚的喜欢我。后来我们报了同一所大学，直到那次我们太久没见面了。我早上起来照镜子，头上长出了两个小羊角，我尖叫出声，我姐却很无所谓：“这就是我们的本体啊，说明你太久没进食了。”我立刻跑去找沈怀，他本来还很开心，但看见我的羊角就皱紧了眉头。我急于验证我姐的话，就扑上去强吻了他，果然变成正常的模样了。我好了。沈怀，你看。他靠在墙边，冷冷地推开我：“滚。”我站在原地无所适从。从那天起，沈怀的态度就变了：“别再靠近我，也别跟着我，我们不是男女朋友关系。”我从没说过你是我女朋友，你不能去找别人吗？他讨厌我的特征，所以不愿意再喂我，但是他越不喂我，我的特征就越明显，他就会越讨厌我，陷入恶性循环。在沈怀躲着我近一个月后，我不得不翻进了男生寝室，半夜爬上他的床：“沈怀，我饿得难受，你能不能……”沈怀攥过我的手腕，把我推到墙上，声音满是戾气：“你就不能控制？别他妈跟动物似的。”后背和手肘撞上墙壁，疼得我低呼一声，眼底泛出失意。沈怀坐了起来，也不说话，保持沉默。他越来越不喜欢和我说话了。我示弱地扯了扯他的衣袖：“沈怀。”指尖捏着的衣料被抽空。沈怀已经下了床：“够了，我出去住，你别跟来。”门被砰地关上，然后是上锁的声音。他不希望我再找他。风把窗帘吹得鼓动，
他都没有发现我是翻窗进来的，他也没有想到他的室友今晚回来住了。我决定放过博彦，喜欢美羊羊的男孩子应该坏不到哪里去。博彦斜倚在床梯侧边，脖子被我掐红了，但他毫不在乎，姿势懒散随意。他拿着学生证照片和我一一对比，许之威天天跟着沈怀的那个，确实还挺像的，就是那个没有脚。我拍开他想要碰我羊角的手，你看过童话故事吗？我是被诅咒的公主，饿了会变成山羊，你和我做成年人的事，我就会好了。我这么说是有心机的，被诅咒的公主听起来比魅魔好多了。博彦不太相信我的鬼话，或者说他在意的不是这个。他听着我的话，轻轻眯起眼来，原来你是这个鹅。他戳了戳我的额头，把学生证扔到我怀里，两三步爬上了床，自己玩去吧，我会戴耳机当我不存在。然后他转身扯被子对上了我的鼻尖。我靠，你跟上来干什么？床上空间逼仄，气氛紧张。我用指尖触碰嘴唇，咽了咽口水，你闻起来好香，我还想亲，可以吗？他不自然地偏过头去，别搞事啊。他说话时锐利的喉结滚动了一下，我刚想用手去按住，就被人捏住了手。想干什么？他声音冷淡。我凑近了些，轻抬下巴。你，宝燕耳朵瞬间都红透了。我往前慢慢凑近，她被逼无奈，紧贴着墙边，闭了闭眼，又抬眸看我。阳村小公主，你真不是沈怀女朋友？不是。我并起手指发誓。宝燕轻垂眼眸，握住我的手指，缓缓拢紧。不管是不是，从现在开始都不是了。她攥过我的手腕，压在床上，低头后亲了一会儿。她撑着手肘看我，懒洋洋的起身，够了吧？我摸着头顶，羊角消失了。我用手勾住她的脖子，用力拉了回来。不够。博彦挣扎着要爬起来，未遂。他深深埋下了头，在被窝里捉住我的手，声线闷得哑了几分。不是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你能不能尊重下我？可你总想逃跑，而且我也很委屈，而且我没吃饱。他闭了闭眼，彻底屈服了。我不跑，你先放手。博彦下床以后，让我等他。过了没多久，寝室关了灯，他重新上来时，顺手脱下了上衣，打开手机的手电筒，把手机反扣在床上。漆黑的环境里，这道冷白色的光上下翻转着，照亮他的腹肌。博彦坐在床上，轻轻弯唇，眼神朝我示意。过来，我喂你。博彦，是你回来了？有人敲了敲博彦的床，我被这声音吵醒了，双手扯过被子，习惯性滚进某人怀里。那人随意揽过我的腰，往床外伸出了一只手。别吵，我在睡觉，昨晚都他妈折腾死了。那人顿了顿，声音也低落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有没有碰到什么人？我的脑子倏地就清醒了，是沈怀回来了。我顿时睁开了眼，撞见博彦的目光充满警告意味。什么人啊？我早上回来的，你不在。沈怀哦了一声，说是随便问问，坐到了自己的位置。隔着一层床帘，我还能看见沈怀的背影。博彦把我压在身下，用手紧捂着我的嘴。他拿出手机打字给我看。你在紧张什么？怕他知道你在我床上？我轻轻摇头，不经意间余光瞥到沈怀拿着手机站了起来。博彦，你不是说你早上到的吗？他往博彦的床位走过来。昨晚十二点你给我打电话了。他站定了脚，抬手拉开床帘。博彦仰靠在床头，单手扯过被子，面无表情地看他，就问你在不在宿舍，现在没事了。沈怀抬眼看过去，语气匪夷所思，你睡觉都这样一丝不挂？我整个人都闷在被子里，呼吸都有点喘不过气。想到博彦的身体近在眼前，因为过于紧张身形晃动了一下。沈怀注意到这动静，眼睛顿时睁大了，声音充满震惊，你在搞什么名堂？床上藏了个女的，完了，被发现了。我正要往上钻，博彦闭了闭眼，偷偷地按住我的脑袋，把我推了回去。下一秒他把手从被子里拿了出来。哪有女的？我自己忙私事，不行啊。博彦一手拉上床帘，隔绝了沈怀怀疑的视线。行吧，你说什么都行。沈怀的声音飘远了，我去图书馆了，你俩赶紧收拾。传来门被带上的轻声，我把头伸出被子，脸都闷红了，小幅度的喘气。没有一分钟，我的手机铃声突兀的响了，是沈怀给我打电话了。他还没走多远，能听到一门之隔骤然畅响的铃声。沈怀几乎是立刻去而复返。博彦，你床上的人是谁？是不是许之威？他在你床上？他紧握着床沿，指腹用力到泛白，声音也急促又慌张。我也想不明白沈怀在紧张什么，偏偏的手机铃声还不知所谓的响着。博彦拉开床帘，掀起眼皮，冷淡的睨他，将手指了指地面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沈怀顺着看过去，是我的手机躺在他的座位下面。沈怀蹲下了身，捡起手机，声音也平静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误会了。他把手机落下了。是误会了吗？是昨晚我脱衣服的时候，手机不小心被甩了出去。当时比较上头，谁也没想下去捡。沈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博彦盯着他的侧脸，明知故问，许之威是谁？你女朋友？不是，是我的一个朋友。沈怀顿了顿，还刻意强调，普通朋友。沈怀把手机收到包里，这次很快就走了。我撑着手坐起来。博彦把手搭在床边护栏上，唇角含笑地看我。起床了？我扯起被子挡住身体，犹豫地点了点头。昨天谢谢你。博彦闻言笑得冷淡了，身子更往外歪，手背抵在鼻子下，语气漫不经心。行吧，我这第一次还能得句谢谢。我一手扯着被子慢慢挪动身子，一手四处摸索。宝彦手伸到枕头底下，扯出我的内衣，双指挑到我面前。不客气，我日行一善。他把被子一掀，直接下了床。我拉紧床帘换衣服。宝彦翻出个白衬衫，从帘子底部塞进来。穿这个吧，你穿卫衣不好看，阴恻恻的，还是穿我自己的吧。博彦无可奈何的叹气。你就非要我说实话吗？
被弄脏了。哦，上午第二大节课是高数，课间的时候沈华来找我了，他是来给我送手机的。我穿着衬衫短裙，长发落在胸前，被风吹得散开。沈怀愣了，你好了？我抽走他拿着的手机，轻应了一声问。以前我总跟在他身后求他，每时每刻都可能会说话，我已经很久活得不像正常人了。沈怀看向空了的手，收回多余的情绪。既然你自己也行，以后不要再逼我了。我垂下了眼眸，以后不会了。我们站在一处，已经是无话可说了。直到沈怀不合时宜的开口，你穿白衬衫挺好看的。我心想说，这是你室友的，但没有说出口。沈怀却似无意的提了一句，这个牌子很小众，我室友挺喜欢的。我转头去看他，却猜不透他的意思。我也买了，不行吗？沈怀不说话了。上课铃声响了，我准备回教室。沈怀上前拦住我，手里拿着药膏，给你带的。他指了指手肘的位置，昨晚你是不是磕到了？我没有去拿，而是抬头看他。沈怀，我和你说过，我的身体和常人不一样，这些药对我没有用。和博彦做过以后，我已经没有伤了。沈怀顿了顿，收回了手，把药膏扔进垃圾桶。他一字一句道，是我忘了，你不是人。他抛下这句话就走了。我看了一眼垃圾桶，如果在以前，我会捡回来追过去哄他，但这次没必要再捡回来了。拿到手机的第一件事，我加上了博彦的微信，但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心意，就给他转了500块钱。什么意思？妹妹，你玩我？500块，你是不满意吗？仅仅隔着屏幕都能想到他的语气。没有，你上次不是说你没钱吗？我给你钱花，拿去买零食。懂了，那再加20，一起赚过来。他把这500块退还了。我对着手机傻笑。舍友悠悠的靠过来，暧昧的撞我的肩膀。什么情况？你和沈怀有进展了？我关上手机，假装听课。不是沈怀，是别人。你开窍了，终于不追沈怀了。难怪呀，他的眼神八卦到了极点，像是发现了什么秘密。难怪什么？难怪你今天穿这件衬衫啊。嗨嗨，是那个别人的吗？我有些错愕，你怎么猜到的？他干脆利落地翻出我的衣袖，展示那里的刺绣 logo。 这个牌子只做男装啊。我良久怔住了。沈怀他是不是也知道呢？不过这样也好，也许等到下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和他提出解除契约了。下课后，教学楼涌出许多人，我居然远远看见了博彦。他和两三个男生前后走着，引得好多女生偷看。果然帅哥都和帅哥玩，博彦是其中最招人的，身高腿长，脸更是绝了。甚至有人在小声感慨，一年有365天，他叫我玩2天怎么了？有两个女生过去和他搭话，都被他三两句就拒绝了。舍友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金融系拽哥呀，听说很难追到手，这回算是亲眼看到了。你说博彦他拽吗？我愣了，他挺乖的呀。我下意识看向他，隔着50米，博彦突然抬头撞上我的视线。我拉着舍友就走了，我第一次过上了属于自己的生活。果然像我想的那样，上床比亲吻有用多了。博彦的体力是真的很好，但是半个月后我又饿了。我趴在床上给博彦发消息，我饿了，你在哪？我等了好久他都不回我，我只好打电话过去，但不是他本人接的。彦哥，你手机响了。我去，美羊羊来电。我听得无语，他给我打的什么破备注？博彦已经拿到了手机，懒呆的声线在电流里听起来酥酥麻麻的。找我？有事吗？我用指尖画着床单的花纹。导演，我饿了，想约我吃饭啊？他的尾音微微上扬。我咽了咽口水，想吃你。那边的声音顿了顿，地址发你了，定位在学校附近的台球厅。博彦手持台球杆，慢慢转到桌角，往前俯下身子，手往前放，瞄准了目标。旁边的男生都在认真围观，但博彦还没来得及送杆，就被我拉着手腕翻身，上半身被压到了台球桌面。博彦刚要抬头，我低头吻了上去，他手里的球杆也被带乱了，很快扫过几个球，落到地上，发出几个闷声。众人都傻了，刚才球的位置还有人记得吗？别管球了，是不是兄弟？我彦哥呀，报警啊，快报警！我警告你，快放开我们博彦，我在录像啊！我亲够了才放开宝彦，他像是被蹂躏过，头发凌乱，被我压在桌上，语气复杂无奈。能不能不要每次都这么急啊？我又不是不让你亲。博彦站直身子，从地上捡起球杆，望着满桌混乱，让我打完这个球会怎么样？他郁闷叹气，我会赢。我犹豫了一会儿，其实我会打这个，我帮你赢回来。我去找人过来重新摆球，一局台球又开始了。博彦让我先玩几轮，等比分落后他再上场。我拒绝了，那样你就没得玩了。博彦屈起指节，轻敲我的额头，不以为然道，小杨还挺会吹牛，在旁边看着哥。他台球确实打得不错，但好像有点紧张，好几次出现奇怪的失误。他的朋友也看出来了，不时窃窃私语，看向了我。我挑了个球杆走到他身边，我来吧。一杆轻台，全场都沉默了。博彦故作风轻云淡，没想到啊，你这么厉害。我刚才打得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问题啊，你就是打得太装了。我很坦诚。旁边人发出一阵爆笑，博彦面无表情地去结账。我走到旁边巷子里，把喝完的瓶子投进垃圾桶，转身却看见了沈怀，心情瞬间就沉了下去。我们快半个月没见过了，最近在忙什么？没什么，就上课。我从沈怀身边经过时，他扼住我的手腕，让我停下了脚步。他沉默良久，偏头看我，声音沉闷，你的身体有不舒服吗？他知道的，我3-5天就要找他，现在已经过去太久了。我闭了闭眼，甩开他的手，没有，我已经会控制了。我往前走了2步，却被沈怀拉了回来。他把我圈在墙边，慢慢低头看我，声音压得更低了，你要不要我亲你？
我往后靠着，冷冷抬眸和他四目相对。沈怀，到底是我要亲你，还是你要亲我？他迟疑了一会儿，垂下了眼眸。就算是我想亲你吧。我偏过头去，无奈地笑了。沈怀以为这是默认，正要低头亲过来，我狠狠推开了他。可现在我不想和你亲了。沈怀紧紧抿唇，盯着我问，为什么？一道冷彻的嗓音响了起来。能为什么？谁和普通朋友亲嘴呀？博彦双手插兜，站在不远处。许之威，过来。他在外面倒是装得挺拽的。我正要过去找他，沈怀却挡在了我面前。他冷冷地道，这么听话？你和我室友很熟？不熟，就像我们普通朋友罢了。我从他身边走过，沈怀叫住了我。许之威，你够了。你觉得这样好玩吗？他知道你的身份吗？我脚下一停。是啊，他会怎么看待我的身份呢？沈怀的声音还在继续。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我总是在想你。之威，我好像比我想象的更……我转过身来打断了沈怀。沈怀，我们有空的话把契约解了吧。沈怀怔住了，这个还能解吗？我竟然从他的语气听出了失落。能解。博彦快要走过来了。我回头拜托沈怀，你别和他说，我求你了。沈怀的目光有了裂痕，脸上的表情变得毫无声色。你别告诉我你喜欢上他了。我被他问得愣住了。博彦走到我身边，拉着我就走了，声音无比悠远。有什么可聊的？再聊一会儿都聊成好朋友了。身后的沈怀冷笑了一声。导演，你在装什么？博彦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他，我装什么了？沈怀抬头，你不知道他喜欢的人是我吗？博彦笑了笑，语气偏了几分散漫。是吗？那你还怕什么呢？他轻飘飘的一句话，对着沈怀无话可说了。他一个人站在原地，目送着我们离开。博彦送我回宿舍，天色越来越黑，路灯一盏盏亮起，照亮我们的眉眼。宝燕往后抵靠着树，低头拥着我，吻得缠绵悱恻。我的人都站不住了，全靠他的手揽住腰。他的吻技比我好。宝燕慢慢放开我，指尖撩过我的额发。这样亲一次能抵多久？3到5天。他想了想，看来那样是能抵半个月。我看他半晌，鼓起了勇气。那你今晚要不要跟我出去住？博彦冷淡的睨我，用手掐我脸颊的肉，气得笑出了声。真把我当工具了？半个月用一回，你还是人吗？被他戳穿了。我无能但抱怨。1年365天，你接24天给我玩玩怎么了？博彦无语。你哪学的流氓语录？从台球厅那天回来后，博彦动不动就给我发消息，但他发的实在太多了，我就不是每条都会回。代餐，出来看电影吗？代餐，打台球来吗？代餐，你在玩游戏？我也在线。代餐，不回我。代餐，下楼亲嘴。我收到。代餐，代餐，晚上想去操场走走吗？听说有人唱歌。代餐，操场亲嘴。我收到。代餐，你除了亲嘴都不理我。代餐，公主，我都在图书馆看到你玩手机了，你还装。代餐，我生气了。代餐，图书馆亲嘴。我来了。两排紧密的书架间，博彦攥过我的手腕，顺势把我圈在怀里，逼我看他的聊天记录。许之威，咱俩是什么关系？亲嘴搭子，你脑子里就只有亲嘴。他还把我的备注改成了色中恶鬼。不是，也有开房，但你不同意。博彦放开了手，冷冷的睨我，气得都笑出了声。你还有理了？你就算只想睡我，你也要先付出啊。我拿出手机准备转账。你说要付多少？博彦抽走我的手机，按灭了屏幕，再丢回到我怀里。不是钱的事。他就要走了。我喊他的名字，博彦。怎么了？他回头看我。你不亲我了吗？博彦犹豫了一会儿，不亲了，继续往前走。我站在原地，没过多久，视线里出现人影，再抬头时是沈怀。沈怀把手撑在书架上，往前走了2步，离我越来越近。之威，我们有多久没接触过了？我好像不太舒服。他捂着胸口，身子前倾，看起来还正常，但脸上血色都快没了。沈怀，你被契约反噬了。他抬头看我，目光不可置信。那道主仆契对你也有约束？你以前没这样过，是因为我会亲近你？沈怀扯过我的胳膊，把我压到书架上，想要确认这件事，但很快被人一手拉开，狠狠推到了地上。博彦居高临下的看他，按揉着刚才动手的手腕，眼底带着几分戾气。偷家呢？我和他吵个架，你就出来了？沈怀无力的垂着头，低声苦笑了出来。是真的，靠近你，我真的好多了。沈怀在看我时，眼里泛着光。你以前为什么不说？你说的话，我就会配合你。我说过，我打断了他。我说过，你不让我靠近，你也会受伤害。可你是怎么说的？沈怀想起来了，他喃喃道：“我说你都是为了骗我。”博彦拉着我的手往外走。我从沈怀脚边经过时，他扯住了我的衣角。许之威，我就是用这种语气喊沈怀的名字，希望他能为我留下。原来换个视角听这种恳求是这种感受。我一根根掰开沈怀的手指。沈怀，你忍一忍，等我姐回来了，我让她给我们解开。沈怀也体会到了我当初的感受，那种被痛苦折磨的不行，完全无法正常生活的感受。他每天都在找我，教学楼、图书馆、体育馆，凡是我出现的地方都能撞见沈怀的身影。他不止一次求着我能不能和我单独相处一会儿。这次轮到我躲在寝室了。沈怀在女生宿舍楼下守了一天一夜，我时不时走到阳台往下看，脑子里浮现的是那个夏天的傍晚。沈怀让我用冰袋帮他敷脸，我一贴上去，他吸了口气，但眼底的笑意溢了出来。许之威，你能不能下手温柔点？明明我已经对他最温柔了，但他还是会感到不舒服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和舍友去考试，沈怀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眼睛都红了一圈。许之威，我真的难受，你可不可以？他看向我和舍友，声音也放弱了，可不可以亲我？
我舍友当时就傻了，拿起手里的帆布包把沈怀打了一顿，拉着我就跑了。到了教学楼，我的考场在二楼，我不经意地往下望，看到之前和博彦打台球的两个男生。原来今天金融系也有考试，考场就在一楼。我偷偷过去查看考生名单，博彦的名字也在里面，他好久都不理我了。同学找谁呢？有个男生过来搭讪，我刚要开口，博彦就出现了。他瞥那男生一眼，找我的，你去排队吧。那人讪讪，怎么都是找你的？博彦双手插兜，懒散地往前走，我不声不响地跟在他身后。他停下来看我，语气很拽，干什么？同学，我去卫生间，你也跟。他还没拽完就被我拉了进去。隔间之内，博彦被我紧捂着嘴往后坐到了马桶上，他眼里无比震惊，呼吸剧烈起伏，发出含糊的声音，像是在和我抗议。我跨坐到他身上，你该和我接吻了。他盯着我看，用力偏过头去，喉咙里闷出哼声，哼也不行。我放开手，你不许叫。我又把他的脸掰回了。博彦冷淡地平视我，耳垂都红透了，脸上还有泛红的指痕。这种内外的反差感让他看起来好诱人。我盯着他，心砰砰跳，完了，这次不是鹅，这次是蝉了。博彦的声音都哑了，先从我身上下去。我这才低头往下看，咦，你好像想和我。不想，我有个人意志。博彦推开了我，他打开一道门缝，四处看了看，确认男厕所没人才回过了头。你先出去，考试结束我就和你亲。我刚走出门，碰见了沈怀，我才想起来沈怀和博彦是同专业的。博彦特意等了一会儿才从里面走了出来，沈怀的脸瞬间阴沉到了极点。许之威，我这几天都在求你碰我。他的声音都颤抖了，你宁愿跟他鬼混也不愿意跟我吗？你控制一下吧，别跟动物似的。我转身就走。沈怀用手狠狠捶在墙壁，指缝里溢出鲜血，接着慢慢蹲了下去。他真的不喜欢我了吗？他生我的气了。博彦握拳咳了咳，从他面前走了过去，扔下了一句话，我没在厕所对他干坏事。考试早就结束了，但博彦的考场却迟迟没有散场，有不少人在那门口围观，听说是有考生出事了。我扒开人群挤了进去，是沈怀瘫坐在讲台前，双手捂着心口，嘴唇哆嗦着，额头冷汗直下。还好不是博彦。我正要出去等，沈怀却看见了我，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。许之威，你来找我了，你还在乎我，太好了。他突然笑了，伸手去抓桌沿，想要借力的站起来，但在他站起来之前，博彦直接交了试卷，走到了我身边。等着急了？我拉住他的手就要往外走，压低了声音，你说的考试结束你就和我亲。短短的一句话却让沈怀停下了动作，他盯着我们的背影，脸色寸寸灰败了下去。教学楼的后门是常关的，我坐到博彦腿上，双手捞住他的脖子，低头亲得毫不费力。他坐在台阶上，伸出一条胳膊虚揽着我，另一条胳膊往后撑在地上。宝燕，你闻起来好香啊。他用手掐了掐我的腰，亲就亲，别说话。我低头看他半晌，自然地换了话题。学校边上新开了家酒店，你想去玩吗？博彦无语抬眸，去玩还是被玩，我还是分得清的。我碰了碰他的唇，可我想要抵半个月的。他垂下眼眸，轻问，为什么？接吻对你不够了？我被他问得愣住了，是够了，但又不够。我意犹未尽地放开博彦，向他下了最后通牒，快要放暑假了，你矜持不了太久了。他捏了捏我的鼻子，轻轻笑了出来，许之威，那你就等着吧，快要过暑假了。我给我姐说过解契约的事了，她听到我说的话也表示很遗憾，当初我不建议解契，还是沈怀坚持要的。那小子不是挺喜欢你的吗？我姐姐护短护得很严重，所以我没把沈怀总是故意饿着我，还在很烦我的时候让我尝试石南花的事情告诉我姐。以前是挺喜欢的，现在又不喜欢了，这样的事情到处都常见，从来也不稀奇。再见到沈怀时是在图书馆门口，那棵树的枝干缠着灯带发出璀璨的光彩，沈怀就站在树下，穿着淡蓝色的卫衣，握着一束栀子花。许之威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没跟你道歉，我不应该把你关在寝室，对不起。知道了。我没有去接他递过来的花。沈怀也不生气，惨白的脸庞勉强地笑给我看，你别躲我，我会控制了。我现在也很疼，但我不会碰你了。蓝牙耳机里是博彦好听的声线，听起来像是我室友又去找你了。我最近经常和博彦挂着语音，平时都是互不打扰，有时候想起来就聊两句。我往宿舍的方向走，沈怀跟在我身后。之威，你离博彦远点吧，他不是什么好人。博彦嗤笑了一声，他全都听到了。许之威，你不许挂，我要听他怎么说我坏话。得，我成中介了。他哪不好了？沈怀走在我身边，脚步压到和我同宿，他带女生回宿舍乱搞，这还不够没品吗？我侧头看他，难道他不知道那天是我吗？你觉得他会是喜欢那个女生吗？他这么随便和别人睡的人，你为什么要和他搞到一起？我蓦地停下了脚步，和他隔着几步的距离四目相对。沈怀，其实你都知道是吗？他注视着我的眼睛，语气带着轻轻颤动。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他笑得特别难堪，像是快哭出来了。我只是我错了，我不知道原来你那么难熬。他稍微停顿了下，用手抹了把眼睛。我不该把你锁在寝室里，我更不应该关机错过你的电话。夜色里看不太清，但我知道他在哭。沈怀尽可能哭得不狼狈，拼了命地咽下委屈的情绪。许之威，我没有不喜欢你，我只是需要时间接受。你能不能回到我身边，我不会再伤害你了。他想要来牵我的手，被我轻轻避开了。沈怀，你不用这样，我们的契约很快就能解了。他眼里含着泪，嘴里却扯出讽刺的笑，肩膀也跟着轻颤起来。许之威，你都不信我了吗？我这些天是活得很难受，可我从来没想和你解开，我只想要你回来爱我，像以前那样对我。
他懊恼的又哭又笑，牢牢地盯着我的眼睛。你是喜欢我的呀，你只喜欢过我，你没有喜欢过他，对吗？我看着迫切需要答案的沈怀，脑子里想到的却是另一个人。我才发现博彦把语音挂断了。许之威，你听我说话呀。沈怀突然就激动了，疯了似的把我拽到他怀里。你以前想要都是找我的，你会想起我的。他圈住我的腰，低头就要强吻下来。我还没来得及推开，突然沈怀就被重重的踹了一脚，往前落了好几米。博彦收回了脚，慢慢走到我身边。我就是再没品也没强迫过他。路灯忽明忽暗，沈怀撑着手起来，摇摇晃晃的站直了。那我们关于品德的标准不太一致啊。他去擦唇角的血，起码我不会睡室友的女朋友。我倒想问问你，你睡得爽吗？我气得想要过去踹他，被博彦轻轻拦住了。你别管，他是冲我的。博彦和他正面对峙，他不是你女朋友，我问过他，也问过你，他说不是，你就信了？博彦，你骗谁呢？你敢说你当时百分百确定吗？你敢说你没想过，就算他是，你也要抢过去吗？博彦看着他，不说话了。沈怀一把拽起他的衣领，把两个人的距离拉得更近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？你知道我要给他送手机，你就让他穿你的衣服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博彦也不推开他，任由他揪着衣服，冷冷垂眼看他。我和他是你情我愿，你有什么身份说我？寂静的夜里，博彦的一声嗤笑显得格外清晰。沈怀，你那天早上就猜到他在我床上，你当时怎么不敢说出来呢？我问你，许之威是不是你女朋友？你知道他能听到，你怎么不说是呢？因为你当时就后悔了，你又后悔又别扭，又不敢戳穿事实。你他妈装不知道，你还装深情上了。沈怀像是被他说中了，手上也泄了力气。博彦攥住他的手腕，随意的往外一推，推得他往后连退了几步。他低头整好衣领，轻啧了一声，现在你想要回去，做梦去吧。沈怀怔神了好久，似乎像是在思考，最后定定的看向我。许之威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他边说边走过来，像是要证明自己的心。我不在乎你和他怎么样，你以后想找他玩也可以，只要你还肯理我。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我从来没想过你会离开我。博彦嘲弄的笑了。他愿意，我可不愿意。博彦散漫的朝我走过来，语气极其无所谓。你不是说新开了家酒店要带我去玩，现在吗？我不确定他的意思。博彦瞟了眼沈怀，怎么现在你没空是吗？沈怀握紧拳头，死死瞪着博彦，眼圈逐渐红了。你现在要带他去开房？博彦，你他妈还是不是人？博彦根本不理他，他一手插兜往前走，一手拍了拍我的肩。机不可失啊。沈怀目光痛苦的看我，眼角滑落泪滴。你别跟他去，我求你了，能不能送我去医院？我看了看他，又去看那道背影，匆忙扔下了一句话，你自己打车吧。我很快追上了博彦，他把手肘搭在我肩上，歪过头看我，笑着轻抬下巴，记得买瓶水给我喝，我骂人都骂渴了。我忍不住笑了。我回头瞥见沈怀的身影，他一瘸一拐的追，但没过多久被我们甩在了身后。我躺在酒店的床上，盖着被子，露出脑袋。博彦从浴室走出来，下身系着白色浴巾，手里抓着毛巾在胡乱的擦头发。我盯着他的身材看，宽肩窄腰，腹肌明显，小臂有力，不由得咽了咽口水。博彦已经坐到了我身边，双指轻掠过我的额头。醒醒，我回过神来，要关灯吗？他捉住了我的手。等等，在这之前你得要说明白我们是什么关系。进阶到床搭子了？博彦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掌心，指尖轻轻摩擦着我的手背。你考虑过交个男朋友吗？他说出这句话时明显松了口气，慢慢对上我的视线。我犹豫着把手抽了出来。我的真实身份你会讨厌的，我也有件事没和你坦白。第一次见面为了不被你掐死，我才说你是美羊羊的。博彦声音顿了顿，其实我认得出来，但我想女生可能喜欢被当成美羊羊吧。我惊讶地坐起来，所以你知道我是？没等我说完，他缓缓勾唇，凑到我面前，盯着我的眼睛。我知道你是啊，不就是因为你是，你才总要亲我？那你不介意吗？这有什么好介意的？你不就是头上偶尔有两个角，力气稍微大了点，不跟你贴贴就难受？他笑着看我，无奈蹙眉。这就和普通的女孩子一样啊。我愣怔地盯着他，渐渐笑了出来。他真的是这么想的。博彦，那我们谈恋爱了吧？我往前扑进他怀里，眼里不受控地泛出泪来。博彦用手轻拍我的背。许之威，你怎么哭了呀？那今晚别睡我了，好好休息吧。我立刻抬起头看他，擦干了眼泪。那不行，要睡的，快放暑假了。好。博彦笑得像狐狸。这次我没有允许他关灯，因为想能看到他。他长了张让人很爽的脸。博彦的额发全都汗湿了，扯了张纸巾擦完汗，没耐心地停了下来。他一手往上撩头发，一手捞起床头的手机，已经被挂断了很多次，但总是周而复始响铃的。我的手机。你够了没有啊？一直打过来，不知道我们在忙吗？沈怀的声音很冷静。博彦，你把手机给他。我还是躺着，接过手机。喂，你说吧。低头去看博彦，这侧面看他可以说他侧脸好看，那从他的头顶往下看，鼻子和嘴唇都长得刚好，该怎么描述呢？沈怀说，许之威，我被车撞了。我握紧了手机，眼里溢出泪来，声音带了些鼻音。博彦，别。我低头看他，他抬起头来，手肘撑在床上，朝我扬了扬眉，专心听他说话呀。沈怀停顿了一会儿，像是没有听见似的，继续往下说，你能来看我吗？我叹了一口气。沈怀，你是何必呢？他声音里的苦笑很明显。你来呀，你就来看看我呀，这都不行吗？你担心我对你不好的话，你让他陪你来呀。博彦听得按揉眉心，已经没有兴致了。算了，去吧去吧，我受不了了。沈怀的声音都大了，情绪都高涨几分。博彦，你要带他过来吗？我把地址发给你。博彦随口应着，发我吧。
他正要下床，我用脚往回勾他的腰，你还没给我呢。博彦被我抓了回来，不做完不许走。我警告性的拍拍他的脸。博彦抬起下巴看我，眼神晦暗不明，锐利的喉结滚落了一下。他对着手机慢慢开了口，你等我半一个半小时吧，我带他过去。关机了。手机那端的沈怀瞬间就发疯了，半小时不够吗？你他妈明明要说半小时的，你这个保险直接就挂断了。我是不是惯着他了？他重新低头看我，弯起了唇角，我们抓紧时间。博彦在走廊里等我，我坐在床边看沈怀，你就为了不让我们今晚过好，故意去路上被车撞，有意思吗？沈怀虚弱的躺在病床上，左腿打了石膏被吊起，手背还扎着地针。他面无表情的看我，你们超时了，我等了两个小时十七分钟二十一秒。你就那么喜欢他吗？我只是不喜欢你了而已。我站了起来，我姐过会儿就到，我们把契约解了，到此为止吧。沈怀反而冷笑了一声，为什么？我们都签了主仆契，他却可以喂饱你，不应该只有我吗？都快要一年了，以前你不管有多么难受，最后都只能来求我呀。为什么他也可以呢？沈怀越说越激动，扯动手背的针管，但他都浑然不觉。我给了他答案，因为你从来没有和我做过，所以契约的效力不是很强。我再难受都回来求你，是因为我喜欢过你。你还记得吗？签订契约时，你和我姐保证过，任何时候只要我需要，你就会出现。可你没有做到，沈怀。那晚我饿得快死了，而博彦正好是个优质处男。我姐和我说过，哪怕我们快死了，吃个处男也能活过来。我不想再坚持喜欢你了。我站了起来，让他好好休息，带上门。沈怀失魂落魄地坐在床上，脸上泪痕斑斓，没有再说话。医院走廊里，漂亮的卷发姐姐停在了博彦面前。她摘下黑茶色的大墨镜，用镜框去戳博彦的胸口。弟弟都这个点了，一个人在医院啊，是不是家里遇到什么困难？要不要姐姐帮你一把？博彦敏锐地往后避开，嗓音冷淡地回她：谢了，我家里困难的就剩钱了。我赶紧跑过去，拉住了那女人。姐，这个不行，这是我男朋友。我姐和博彦都尴尬了。博彦咳了咳，慢慢站直了。姐姐好。我姐这才认真打量起博彦，而后不可思议地看我。这回的眼光比上次好太多了呀。我姐进了沈怀的病房，她拉起沈怀的胳膊，用刀划开道口子，把当初的血气慢慢引了出来。沈怀被禁锢在床上，还在试图挣扎，眼角溢出清泪。别这样，我不想解开。许之威，这是我和你的联系。他能感觉到有东西从身体被抽走。沈怀将下唇咬得泛白，直直地望向我，眼泪像是泄了闸的洪水。我不用你亲近我呀，我学会忍耐那种痛苦了，我愿意想着你难受，这都不可以吗？许之威，我只是没有想明白，我真的喜欢你，好多好多年了呀。沈怀的声音越来越弱，几乎只有他自己能听得清。血气被引出来的那刻，他更是直接昏迷过去了。我姐又飞去国外了，她问过博彦要不要和我签契约，博彦拒绝了，他说没必要，自由是爱的前提。天都快要亮起来了，博彦和我下了车，往酒店的方向走，路上零星行人。他突然没来由地说了一句话，许之威，我好像还没说过，我喜欢你。我一抬头，正对上他认真的目光。知道了。博彦继续目视前方，你应该说你也喜欢我。他偏头看我，你喜欢我吗？我不理解，但很配合他。我喜欢你呀。博彦站定了脚步，像是终于说到了正题。你喜欢我，你当初怎么不回我消息？除了喊你亲嘴，你都不搭理我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追你了。原来那是他在追我呀。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其实他发的每一条消息，我都是第一时间看的，只是听说他很难追，我又不想这么快沉迷，所以当时不敢和他接触太多了。我不知道你是在追我。博彦想了想，那你喜欢我，怎么追你？我可以现在开始追你。我倒是不太在意过程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你借我玩三百天就行。博彦无语地拍拍我的脸。我哥你这上班呢？我立即捉住他的手，仰起脸来看他。你看我像不像你的班？博彦用手揉我的头发，眼底笑意盎然。我真是服了你了。番外篇谈到真魅魔了。恋爱几年后的某天，博彦从我家翻出了一本书，他指着书问我，人家的魅魔有尾巴，你为什么没有？我愣了愣，我有啊。博彦惊呆了，你居然藏着好东西不给你男朋友看啊？行吧，那我变成本体给你看，又有脚又有尾巴，你别害怕呀。我还在碎碎念。博彦已经换好睡衣，坐在了床头，交叠着双腿。你不要害怕呀。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好害怕，但我不知道你的审美，比如沈怀就不喜欢。博彦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不自然咳了咳。你怎么不穿衣服？我穿衣服怎么放尾巴？你还装不好意思，你一直在看我都没停下过。博彦很有仪式感，双手合十，闭上了眼。你变吧，我只希望还是个女的。我拍了拍他，好了，这就是我的本体了。博彦缓缓睁开眼睛，上下打量起我，表情愈发古怪了起来。我拿起我的小尾巴给他展示我的绝活，你看这个恶魔尾巴的箭头可以变亮，还会变色，你喜欢什么颜色？博彦却盯着我，心不在焉，不喜欢这个。我还可以打出小电花，就是要关了灯才能看见。有些黔驴技穷了。好吧，其实还能给手机充电，就是无线充太慢了，我自己都不用。我放弃了推荐我的尾巴，轻轻叹了口气。宝宝，你都不喜欢是吗？博彦双指掐着下巴，轻轻摇头，目光像是在沉思。我都没再看那个，你真的变了好多。他用手指着我，说到哪里指到哪里，脸变小了，胸变大了，腰也细了，声音都加起来了，而且智商明显下降了。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魅魔呀。他好像不太对劲。你在想什么？博彦握拳抵在唇边，笑得极其浮夸。天哪，沈怀居然会讨厌这个，头上有犄角，身后有尾巴，这么可爱的萌妹啊。你控制一下。他看见我本体的时候，我是穿衣服的，而且他也没像你，就盯着其他地方看。
博彦假装正经，轻咳了咳，我只是善于观察，不会被表象所迷惑。他缓缓抬眸，直勾勾盯着我，邪性的勾唇。而且以我的推理，你别的地方肯定也变了，让我验证一下。我赶紧滚下了床，到处去捡衣服穿。博彦，你好像变坏了，你别过来呀。博彦自从上次后就念念不忘了，他每天拿着好几本书来回翻，试图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你看书上写了，魅魔的本体就是有魅惑作用的，所以我上次就是被你魅惑了，你不信再变一次，我不会对你下手的。我无语地看向博彦，你当我是傻子？博彦和我再三保证，那绝不是他的本性，让我给他变一次。五分钟后，博彦，你把我衣服还给我，你别再过来了呀。好可爱呀，凶死我了，嘻嘻，再凶一个。博彦冷淡地喝水，你这完全是剪辑，我不会这么变态。还好我录视频了，我这是一镜到底。我拿走他的水杯，趴到他身上，盯着他的眼睛，你是装的还是你真忘了？你没有任何印象吗？博彦咽下了嘴里的那口水，我只是梦见有个小猫咪很喜欢我。那你对他做什么了？他无辜地转头看我，我在吸猫啊，还回答得滴水不漏，但我已经埋下了怀疑的种子。宝燕实在太可疑了，宝宝，本体不需要洗澡吗？是不是也要洗一洗？不用你操心了，门锁没电了，尾巴可以借我用吗？有充电宝。最后到吃晚饭的时候开始伤痛文学了，喜欢就是克制，爱就是放肆。这话是这么说的吗？因为被真正爱过，不爱的落差感很大，我不想搭理他。婚姻里装聋作哑是一种极端的冷暴力。我放下碗筷，我们还没结婚。宝燕十指并拢，正色看我，可以，我答应你的求婚了。这婚真让他结到了。我还以为博彦的爸妈会是标准的豪门父母，就是会给我500万让我离开他儿子，或者请个法师来想我之类的，但他爸妈很随和，还特别喜欢我。你就是许之威，眼睛好大呀，好可爱呀，来来来，快过来，我们拍个照。行吧。原来他全家都是萝莉控。博彦举着酒杯走到我身边，怎么样，我效率高吗？我看了看他，你爸看起来不严厉呀，你当初为什么会被赶出家门？博彦无所谓的摆手，小事，我带他炒股了，所以赔了很多钱。没有啊，他非要抛了，我抄底了，我大赚一笔。博彦像是想起了好笑的事情，乐得直摇头，老头玩不起。新婚夜，博彦脱下西服外套，穿着衬衫马甲，站在窗前看我。许之威，你知道吗？婚姻对人类的意义是很重大的。我在脱婚纱，过来帮忙。他来帮我拉背后的拉链。婚姻最重要的是信任，信任就是不要欺瞒对方，要以真实的面目。我转过身来看他，及时打断了他。你就是想说我能不能变成本体和你洞房是吗？博彦沉默了一会儿，你很聪明。他发自肺腑的认同，我们肯定会有个聪明的孩子。我想了想，那是半人半魔吧？不，你已经是半人半魔了，那应该是1/4人和1/4魔。这么严谨的吗？博彦抬眸看我，目光忧心道，看来魔的血脉已经快消失了。然后呢？我很警惕。宝彦，如果你用本体受孕更有利于血脉的延续。他还真是万变不离其宗，拯救濒危动物人人有责，我先做起。至此全文完，感谢观看，期待一下新作品。